陈君来，参见赤日神君。哎，醒来的，出大事了！啊！哎，我在这儿啊，不知道站了多少个半天了，这还是第二次见到赤日神君的元神。上次还是神君下凡渡情劫，不知怎么的，就引发了天魔大战。 情劫，是啊，据说呀，他有一段孽缘，内意真叫个惨烈呀。神君元神归庭，肉身受损，花了上千年才灵肉合一。哎呀，这一次，不知道又会如何收场呢？ 神君已经数百年不曾来过这里了。嗯，凤凰才刚刚显迹，难道偃月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吗？莫非神君又……清幻失言。不过清幻一直有一个疑问：既然凤凰之事事关重大，而且又如此棘手。 为何不直接发兵出动？又或者将神君召回，派其他的上仙前去处理？三界之中，万物生灵皆有定数，就连上仙神兽也不例外。现在赤日神君和凤凰因果纠缠，难以逃脱。 姐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慢点，慢点，我来，我来。你没事吧？师尊呢？别提师尊了，提到他我就生气。明明就是未知那个贱人发疯伤了姐姐你。 可是那个师尊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非但没有把未知给就地正法，千刀万剐了，还把他带去疗伤了，想着我就生气。啊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清月，我喉咙有些痛，你去帮我拿些水来吧。喉咙痛是吗？姐姐，那你等着我。好，嗯。 师尊，师尊。